你几点好的话呢，我们就会有免费的可乐要送给大家哦。所以如果觉得很热的很热的话呢，就可以呢来去呢来稍微玩一下游戏，有可以免费可乐限量拿一下哈、哦。好，那当然呢，接下来呢，刚刚听完桃样歌手精彩的表演，接下来也是要欢迎这位桃样歌手哦，就是我们陈新豪老师，以及呢我们叶瑞玲老师呢要带来精彩的演出。那在这里呢也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呢我们新屋这边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个手臂哥哥，举举手好不好？手臂哥哥，我们每次都说来那个摄影机，这个要叫什么？哦，叫手臂，然后手臂的这个摄影机哈、哦，要记得挥挥手哦，然后笑一笑哦，啊，记得欢呼声也来一下哈、哦。对，今天呢，大家啊，我们在新屋这个好地方呢，所有精彩画面呢都会保留起来哈、哦，也让大家呢可以一起呢有一个美好的回忆。好，那接下来马上呢，我们就热情的掌声欢迎桃样歌手陈新豪以及叶瑞玲老师带来精彩的演出，热情掌声欢迎。